这是一个大大大大大大坏消息。是的，没错，就在今天，嘎奥类第四弹开打了。鸭子一早呢就冲到了行远的 7-11， 顺手拿了四弹的图鉴，结果发生不幸，游戏机台居然宕机，是宕机啊！天哪！好在过没多久，有员工来修理，终于在中午十一点多的时候，鸭子顺利的玩到了嘎奥类第四弹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鸭子，我们来体验第四弹了，不是体验，我们直接来玩了。但是一开始有点状况了哈，因为刚好这边机台的那个有点故障，然后维修了一下下，就状况排除。哇，整个画面界面变成绿色的，好看哦，是因为要呼应裂空座吗？哦，一开始就读北冰。这个如果大家对于卡盘可能有大概有一个顺序的印象的话，可能比较不准啊，因为这里刚刚蛮混乱的，哎，鸭子只能说蛮混乱的，哎，我们从九点排到现在十点半了，终于玩到，哦，原路杀，这个还不抓，哎，可是旁边有裂空座，哎，啊 ，OK， 我们的开局就送原路杀，好不好？开局就送原路杀，太棒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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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大家，我们四弹的第一只就是原路杀，很象征性的宝可梦，可以偷大贼。所以我鸭子今天没有带那个我们的联机卡片哦。哎呀，293而已。好，这里呢也恭喜画面上这位观众，就是你抽中了上一次的联机卡片，再麻烦技术跟鸭子联络。秒路杀，还有吗？哦，四星的毒贝比，八大碟 ，excellent。野生的宝可梦出现。毒贝比是应该是毒系的，我们可以用那个吧。但八大碟，八大碟有毒吗？虫加哦，虫加飞那就不行了。反正鸭子没有带电系的，这一段感觉电系应该蛮给力的。好了，我们来用一下索尔加雷欧。今天的影片哈，这张索尔加雷欧是三弹的五星卡片。等一下，我会说明抽奖方式。来吧，连打按钮，毒贝比，毒系我们直接去地面系的那个去。库拉多直接把一发地震应该就可以处理掉。停在地上的毒喷发，摆出全力姿势，累积训练力量。58，日光回旋下苍穹。希望我们今天看能不能开个大概十张吧，看能不能开个十张图鉴，会不会太心急了？对不对？差点阵亡啊！哦，等一下，毒 baby 的招式居然是龙属性的招式，大家有注意到吗？20点，休想逃走！但是我今天忘了带我们的胡帕出来，比较可惜啊。毒 baby 居然 miss， 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哇，我们第一次居然打不过，太多失误了吧？看来孵化真的太重要了。来，大家，第四弹的第一道投掷哈，左边四星毒 baby， 右边三星八大碟，我们超级球送他，是超级球，能不能顺利带回家？开图吧，这两只只要有下卡，我们都要捕捉。一个。两个，三有啦！哎呦 ，OK， 没事，反正现在目前还没有人排队，所以我们还可以霸着机台哈。下一位还是鸭子。OK， 今天的第二道来了，八大铁利奥路莎哦，利奥路莎三星，三星的利奥路莎，但它也有四星的啦。哇，糟嘞，鸭子好像没有带打利奥路莎的怪。这一弹其实龙系还蛮多的，我觉得带龙招的怪应该是蛮吃香的。用摇杆球选好。糟糕，我现在犹豫要不要抓单手龙，哎，然后算了，以后应该单手龙会很多。怎么二发射力？啊，有点累个累个。太好了，是小号成功。烈咬陆鲨。烈咬陆鲨。单手龙。对战开始。
我方的攻击。我们等一下餐桌熊是可以直接打那个单手龙，没问题。哇，对手蛮会的，连打两个按钮。哦，单手龙一发毙命，连打按钮。这条路上应该也会被我们的四星餐桌熊。全力无双激烈拳给搞定了，全力无双激烈拳大破音呢，有了 ，excellent 哦，捕获机会就是现在，把球丢出去吧，捕获时间。各位，我们左边三星的路杀好吗？把摇杆球向前飞，下，哎呦，哇，是大师球，可以。可以不要这样吗？这只是三星而已，我们居然用到全力啦！好厉害，两只都说到了。OK， 好厉害是不是？我也觉得好厉害。我们开局就投大师球，啊，太神了！但是，好像是不是用错地方？OK， 还不错啦，好，欢迎我们这个利亚路莎加入我们的团队哈。哇，我们刚刚投出大师球啊，手推大师球，这个真的是蛮难的。最近好久梦听到挂了，艾如雷朵，哦，四星的利亚路莎，该来了吧，都一起来吧，一起来吧。左边四星一两路杀，瞄准红色的数字，十点，糟糕了，地震，漂亮，还是很痛哎，他们是不是什么对手的攻击？他体质可能比较差一点，看到盾牌哦，救援吗？没有，拜托打中啊，只是打右边可能不太痛。红爪，这样子等一下下一场来用利亚路莎，我们来使用新的保护帽。地震，很好，来了，哎，轻松愉快。来，大家，我们四弹的第二次四星宝可梦投掷，左边四星利亚路莎，右边艾露雷朵，麻烦力量借给鸭子。哇，恢复了，是精灵球，好运结束。哎，我们的精灵球大师又回来了，你们熟悉的那一位。哎，直接爆掉，也太没有那个了。哇，两个。好的，那四弹呢？鸭子尤其最想要抓到的，应该就是杰克罗姆、球雷姆那一家人，然后还有莱西拉姆这一系列的吧。那当然，裂空座啊，算了，全部都要。哎，三星皮卡丘，哎，三星皮卡丘好像是特殊版本，它是好像是会是红色，感觉蛮多张的。哎，来了吗？发光哎，皮卡丘吗？哦，真的哎，水哦。真的，大家，皮卡丘是红色的，哎，不错不错不错，不是算是特别卡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所以鸭子这样算是好运吗 ？Lucky 耶，对啊，幸运卡牌，是小号程度，差不多，是几张？几张皮卡丘？那我等一下把这个抓起来，看是不是一般的皮卡丘。我的眼里只有秒杀。特别版的红色卡夹哦，获得的话超级幸运的 lucky 卡夹。等一下看左边的那个三星皮卡丘能不能抓下来。哦，皮卡丘不在图鉴里面哎，那这张应该也是红色的，它跑掉了。如果等一下有掉卡的话，我们可以送给观众。好胜线，哦，出交换机会，什么意思，大家？大叔来跟我们打招呼了。宝可梦好像掉落了什么？的。交换机会。大叔会换造型吗？没有哎。刚才抓到的宝可梦，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？好啊。用摇杆球选后，按按钮决定。不行。交换宝可梦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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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好了，那我们的第五位伙伴就是心灵宝了哈，心灵宝。
今天看能不能拼一个四星回去啦，有没有那个机会？哎，大家，这个三星皮卡丘好像一……我们今天的第六只，该不会也是红色？真的？哇，那很多嘛，皮卡丘超多的。图案也是一样的，同一张，好了，同一张。OK， 那这张的话呢，有想要皮卡丘的啊，只要留言我想要皮卡丘就可以参加抽奖，一样。要是在下一次影片会把他跟所有家人一起抽给观众。三星皮卡丘哎。哦，四星二十，哇！第一次看到是先爆烂的，再爆，双手我抱歉，被观众日光回旋下苍穹，太期待，应该一发可以处理掉它吧？战斗陀螺来了，哦，帅了，真的很帅，太过分了。各位来了，我们右边四星猎鸟陆莎，好不好？有没有那个机会可以顺利捕捉？左边的话是双手暴龙，把摇杆球向前，鸭子按一个好的球给大家看，唰！哦，是超级球，有了吧？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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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首张四星一个，两个，三，靠靠靠啊！难打哟，难打哟！害我都娇嗔的叫了一声呢。哎，好可惜，我的四星掉入沙。不听话，哎，没事，好像还有机会哦。啊，碎了，614点。回眸，翻倒，是翻倒成功。我们要把这台机台给翻倒了。四星独背，还有吗？哦，双四星来了，各位，这应该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，好不好？加油，加油，鸭子，奥利给！对手按到盾，除非我们打到要害。有，可以。双四星，来各位观众，双四星，我们四弹第一次双四星啊，第一道就第一次玩就双四星，不错哈。而且独北比我们复仇成功，刚刚没有打过。No， 为什么？哎，鸭子在关键的时候总是没办法投出好球。没关系，能抓到都是好球。两下，三个，go 啊！大家千万要冷静啊！来，今天的不知道第几道哈？哦，是双四，双四，双四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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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哦，赌 baby， 是男人就直接跳出来吧！我赌你不敢直接出来，赌 baby 有哎，大家鸭子首张四星出来了，喷一个吧！真的，真的，我们第一张四星拿到了，好开心。他就是直接不被比，还有那个三星猎鸟陆莎直接狂轰了，龙系招式，太好了，直球对决。这不行，这也不行，有猎鸟陆莎，四星啊，还没走远。来，各位观众，左边是我们已经三度三关啊、都没有抓到的。不要路杀，麻烦大家把力量借给鸭子，我们把他带回家好不好？我看他一个人在外面孤苦可怜的，是超级球，快点加入我的团队吧！了路杀，超级球，一个，两个，三，鸭子啊！太好了，捉到宝可梦喽！哦，又是吧？不是啦，不是这样子的啦。你那么大虫，三星，哎，这个所有幸运都被鸭子遇到了，但是都是错的人，好可惜哦。来哦，我们三星艾露雷朵给偷大贼，顺利捕捉超能力系的招式，我不客气了。好厉害，两只都抓到了。
投币后就可以把宝可梦带回家哦。我们把八大点拿出来，因为现在没有出五星卡牌哈，所以我们还不需要开启这个留恋模式，所以现在很单纯的就是先玩个十道吧，避免鸭子的片场太长哦，也不好剪。来八大点，投币后就可以把。好，拜托啦大家，左边四星了路杀，力量借给鸭子来个黄球，是精灵球。哎，有这希望吗？了路杀，走吧，时候不早了，回家了。对望，太好了，捉到宝可梦喽！投币后就可以。宝可梦好像掉落了什么？啊，我的心情也跟着一起掉落了。回宝可梦中心了，对战捕获，选择想好胜毛线。来，大家，这是鸭子今天最后一道了，我们利亚路莎可能就要跟他喂完带去了。捕获时间 ？No No。哦，好胜毛线直接出，很好。用摇杆求生。这是我们第九位伙伴，鸭子今天目前打到现在只有一张重复，哦，感觉还不错，可以。但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多重复，不意外。好胜毛线，连打友方看见对象攻击，我方的攻击攻击轮盘，瞄准红二十点可以，这两只都收掉了吧？对手又没有按到逃跑了，再跑啊！哼，来了各位，各位，就是现在，我就求求我们利奥路莎，四星利奥路莎，赶快跟我们回家哈，不要在外面流浪了。最近天气很冷哦，我家很温暖，有暖炉哦。三，哦，是高级球，是高级球，有了啦，九成，带走了，一波带走了，不要犹豫了。哇！抓到了！哦，廖路莎可以超进化哎！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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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！大家，我们把廖路莎带回家啦！哇，今天整个人就完整啦，现在了无遗憾啦。太合算了。好的，那最后呢，鸭子这一天一共是玩了14道，四单开打还是有点不小心贪玩了。那收获呢，大量的卡片，开图了大量的卡片，其中最棒的当然是收获了四星的毒 baby， 还有四星的烈咬路杀。这一弹一共有68张的卡片，让我们慢慢收集，慢慢体验高类的游戏乐趣吧。那今天要来抽，之前有跟大家说好的四弹，只要一开打，鸭子就会抽3弹五星的索尔加雷哦。这张呢是有专属 Z 招式的，请大家注意一下，在使用 Z 招式的时候要喊得很大声哦。各位观众。日光回旋下苍穹，日光回旋下苍穹，嗨起来！只要留言我要日狮就能参加抽奖。好的，那明天呢，鸭子也会继续搞类第四弹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回再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